总是灯火阑珊，那一片黑夜为谁星光点点，陪你的思念隔着一道天线，每一次擦肩享受了还是谎言，猜你的心是瞬间还是永远，猜你的心是忘记还是怀念，猜你的心是再见还是再见，真诚还是谎言，猜你的心是瞬间还是永远，猜你的心是忘记还是怀念，猜你的心是再见还是再见。如果有一天，这个世界要毁灭了，可是你在一条只能容下两个人的逃生船上，你会带上你哥还是梁东哥这个小伙子？哎呦哥，要是让人家知道你会问这么肉麻的问题，一定会笑死你的。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吗？我不想知道，因为我不用想也知道。别说啊，拿我跟嫂子一起比，就是拿嫂子跟李曼娥放在一起让你选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嫂子一脚踹到船下去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不过你不用告诉我你的答案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了。你才不知道呢。哥，你干嘛总是逼我回答这么伤感的话题呢？伤感？不会啊，只要你幸福，就是最美好的结局。我会一手拉住你，一手拉住梁东哥，把你们都拉到船上去，因为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。我再扑通的一声跳到船下去。婉儿，如果有一天非要让我面对这样两难的选择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希望用我的死可以让你们两个好好的活下去。你太天真了。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。如果船上只有我跟梁东哥，我会杀了他，然后马上跳下船去找你，没有一个人能活。哥，老板，擦个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穿的是布鞋。那你来捣什么乱啊？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您打听哪位？就是在对面摆算命摊的那个瞎子。哟，那可有日子没出摊了。他家就在那边，要不你过去看一下。
好像是13号院还是15号院的。我刚刚去过他家，没有人。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改天过来擦鞋。哎。客厅里这么黑，你们也不开灯。中午剩了好多菜，晚上就不用做了。随便吃点什么吧，我也没什么胃口。那素贞麻烦你了，一会儿去把菜热一下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好的，夫人。等您洗完澡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哎，司令，就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既然黄泉不小心已经泄露了会议明天会在山田情报所召开的消息，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立即通知马俊，由他们来采取备用行动方案？那是万不得已的下策，不但风险大，而且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啊。可是我们就这么等下去，不是连一点微乎其微的希望都没有吗？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下这个结论。藤泽这个人，战场上我跟他打过交道，他是那种出奇的冷静，从不肯轻易出手，一旦出手，就快刀斩乱麻。所以跟他打交道，咱们得比他更能沉得住气。行了，去准备饭吧。我下楼走走，等了一天的电话，都快憋死我了。那您千万别走远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哎，素贞。太太自从今天上午买完菜回来之后，神色似乎有点不大对啊。好像没有吧。啊，那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。去吧。唐浩峰的敏感是对的，王芷云确实碰到了难以启齿的事。王芷云感到无形的危险正向他逼近，而他就像是狼爪子下面的一只羊，一只任人宰割的羊。我上瓶子了。你看了这封信就会明白了。紫云，你给我开一下门，我想用一下洗手间。啊，等一下。马桶坏了，你把门开开，我帮你修，没事儿。紫云，紫云，开门啊！哎，好了，马桶水箱终于好了。怎么了？你满头大汗，洗澡怎么头发没湿啊？啊，我刚准备洗澡，突然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对了。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快去吧。小峰哥，现在外面风声那么紧，梁东哥他不会蠢到现在还敢回家吧？你懂个屁！梁东哥他不但会回来，而且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来，因为他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楚香雪，所以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来找他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几个快去埋伏！哎，你找个人把屋子里的灯给我打开，梁东哥看见屋里的灯是亮的才会想起家里有人。好，知道了。小峰哥，你去哪儿呀？梁东哥这么狡猾，一定不会轻易上当的。我今天晚上就要让他插翅也难飞。小朋友，叔叔，你叫我呢。哎，来，送给你。叔叔，我能吃吗？当然可以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叔叔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如果你帮完我之后呢，你看，嘿，这些糖全部都给你，好吗？好。叔叔要你到巷子里面找25号的院子，你去敲门。如果有个漂亮姐姐来开门的话，你就跟她说，在巷口有个卖猪肉的帅哥在等她。没有啊，哪里有卖猪肉的帅哥？哎，你就照我说的这样说就好了嘛。啊，如果是别人开门的话，你就跟他说，今天警察局有人来找过他们，叫他们去警察局的行动大队去认一具尸体。听懂了。哎，如果没有人的话，你也回来告诉我一声。如果没有人开门的话，这些糖还给我吗？放心，不会少你的，赶快去吧。哎，不管遇到了什么人，都不能跟他们说见过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然我会变成鬼晚上来抓你的。叔叔，我不去了，这些糖还给你吧。哎，不用怕不用怕，叔叔吓唬你的啊，听话，赶快去。你找什么人？快说，谁让你来的？他一定就在附近，快去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不擦了。喂喂喂，才擦了一只，你神经病啊！先生，钱还给您，对不起。喂喂喂，板凳板凳，真是神经病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没有钱。刚刚还有谁在这儿？就一个擦皮鞋的，往哪儿跑了？那边。夫人，先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你不是说他就出去散个步吗？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呀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您别担心，您在家等着，我马上出去找。哎，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韩先生，真是没有想到，我没到您家门口就在路上碰到你，我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！连回家想给太太打个招呼都等不及了。都怪我，临到最后一刻才来接你。不过，我也是刚刚才接到总部批准聘请你做军事顾问的首领。唐浩峰终于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，打入他们内部。他知道，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原来打算明天一早召开的，可是刚刚接到军部的密电，空袭行动要提前进行了。那好，到了驻地之后，我给家里报个平安，省得他们以为我被绑架了呢。由于会议的绝密性，在空袭进行前，连我都不能打出任何一个电话。不过唐将军可以放心，我刚刚派出手下，他们会登门向你的家人说明情况。大佐想的可真周到啊！你是说唐先生被藤泽大佐接走了？是的，大佐让你们请放心，因为事情十分紧急，所以他来不及上来跟你们打一声招呼。不过大佐让我转告二位，只要事情一结束，立刻亲自把唐先生送回来。你们接他去了哪里？他又什么时候才能办完事回来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。那你能联系到他吗？你有他的联络方式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夫人，那谢谢你来通知我们了。哦，如果你见到我丈夫，麻烦你告诉他一声，办完事早点回家来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他们要抓他去开会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夫人，您放心，这一切都在司令的计划之中。他等日本人来接他，已经等了整整两天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。原来他都料到了。嗯。夫人，赶紧回屋休息吧，我还要把这一消息赶紧向总部发报。我猜想日本人的计划很可能就要提前了。好。哈哈哈！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？
你们先出去。是是。梁东哥，我不是没给你机会，可惜你没有珍惜。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都是阿忠那个混蛋陷害我的。如果让我抓到他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他。我也很想杀他，可是他现在已经在王乃征的手上。他怎么会在王乃征手上？再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你跟楚丽妍跟死去的大姚的底细，我查得一清二楚。而且就算我有心要帮你隐瞒，也来不及了。因为日本人不会比我更慢知道这个真相。唯一可以安慰你的，就是你喜欢的那个楚香雪同学，他比你机灵多了。他不但已经脱险，而且还成了山田情报所的高级特工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要第二次救你。我明知道你是国民党的特工杀手，我明知道张静之跟马道云的大案你都有份参与，可是我还得提着脑袋要救你。我救你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妹妹。是李婉求你来救我的吗？她没有向我求情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伤害了她，我会亲手杀了你，而且我会用最痛苦的方式让你死。如果你拿这个来要挟我的话，不如你现在就杀了我吧。没错，李婉对我很好，她是个又优秀又可爱的女孩，可是我对她根本没有那种感觉，都是她一厢情愿，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你没有权利选择爱不爱，就像你没有权利选择生和死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命运就在我李秉元的手里。你将会叛变归顺日本人，你将加入我的特工部，成为我的心腹。你将会和我一样，双手沾满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日人士的心血。你将会成为比我更赫赫有名的杀人狂魔。你将会娶了我妹妹，你会不管生或死都不能离开她一步，因为你别无选择。李秉元，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，不过你的梦想仅仅只是你的梦想而已，根本不会发生的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一点你跟你妹妹这么的像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我李秉元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。把人抬进来。老板，老板，东哥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你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再耍什么花样了，我跟你说过，你的狂想都不会实现的。要杀你就冲我一个人来，不要为难我的老板。真是一副感人的场面。哎，我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不过，这只是一个感人的开场。我更喜欢看见一个反目成仇、悲惨的结局。你想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将会叛变，归顺日本人。你的双手将会沾满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日人士的鲜血。这第一个，就从你老板开始，也是楚香雪的叔叔开始。哎呦，怎么差点忘了这一茬？如果楚香雪知道她的叔叔是你亲手杀害的，她还能接受你的爱吗？李秉元，你真是太卑鄙了。我知道我楚丽妍难逃一死，可是你不要毁了这个年轻人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
我就让你知道，我李秉元到底有多卑鄙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死了，真残忍。梁东哥没有想到李秉元如此歹毒，这比杀死他自己更痛苦、更可怕。我们欢迎唐将军正式成为我们军事顾问组，还有山田先生今天也出院了。我们都算是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哎，怎么就我们三个人？其他开会的代表呢？他们都还在路上，一会儿就陆续到了。我特意让藤泽大佐把唐司令提前一个小时请过来，就是想单独和您共进一顿简单但别有意义的晚餐。山田先生，唐浩峰真是受宠若惊啊！来，敬您一杯，祝您身体健康，早日康复。请坐。这次会议之后，我恳请唐先生就可以正式来这里上班了。您是说让我到您这儿来上班？对，这里就是由我主持下的情报所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军事顾问部，就是唐先生您工作的这个单位。不过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，所以不用每天都来坐班，大家有事就来，没事就可以在家里的办公。只有在有紧急任务的时候，比如今天这样，才会突然把大家叫来。你让我想想这事儿啊，不瞒您说，一提起上班，我这心里突突直跳。其实是很清闲的，不会耽误唐将军您来上海过神仙日子的计划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看来我来你们这个地方还真来对了。薪水方面，我们会比照您在蒋政府那边的中将军衔，在我们陆军中给您提高一级，按月发放的。您想的可真周到啊，唐浩峰，我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我们能请到唐先生，才是我们的荣幸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安排了一个秘书。秘书？说起这个人，你也认识。朱小姐，你进来见见唐司令吧。小雪，怎么会是你？我还要请你原谅，是我派楚小姐扮成保姆打入你身边的。坦率地说，你刚来上海，我们对你还是心存怀疑的，怕你是蒋政府的卧底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原来是你派楚小姐到我那儿去的。前段时间都有得罪，实在是抱歉。我在这里敬你一杯。对，你敬唐司令这杯酒是对的，因为唐司令马上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。不过唐司令啊，楚小姐做卧底这件事你可不要记恨在心，因为这全是我的主意。哎呀，山田先生，这没什么，既然一切已经开诚布公了，我和楚小姐只要把这杯酒喝下去，一切疙瘩也就全都解开了。我敬你。唐浩峰不能相信自己家的保姆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自己的秘书。请坐。您请。难道他真是日本人的特务？唐司令，楚小姐，她可是我这里最年轻漂亮也是最出色的情报员了。谢谢您啊，想得可真周到。唐将军，你可千万别把楚小姐当作是你家里的那个卧底秘书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我就好好提醒你一句，你的那个秘书沈素贞
其实是国民党情报部门头头宋介的计谋，是他安插在你身边的一个卧底。真没有想到，你竟然糊涂到把他也带到上海来了。不会吧？我对我身边的人非常了解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唐浩峰心里非常清楚。信不信由你，我就是提醒你，在家里一定要小心。现在我还没有抓到他到上海以后有什么把柄，要是让我抓到，他一定不会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滕泽君。还有，你拜托我的那件事，我已经有一点眉目了。你是说我母亲那件事吗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是我们在武汉的内线从警察局里偷出来的绝密内部材料。你母亲确实是中毒而死，下毒的人已经抓住了。那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幕后指使人就是宋介局长。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，就亲自打开看看这份材料。将军于今晚6时许被日本人接走，会议地点在山田情报所。如顺利，作战情报将于12小时内切除。哎，停停停停！好，你倒挺自觉的啊！这几天查得紧，尤其是大晚上的，我们都习惯了。哎，老总，你们也真够辛苦的，来，给给给！今儿晚上设岗是抓什么人呢？没你什么事儿，别瞎打听。不打听不打听。那老总，那我可以走了吧？你掉头换方向吧，这儿全封锁了。哎，那不行啊，老总，我都跟人说好了，就这条街14号院的黄太太，她今天晚上要赶火车。别说你进不去，就是她也出不来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明天6点之前这一街区全封锁。走吧，走走走。最后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们军事顾问团的新成员，也是唯一的一位支那人。山田先生，对不起，请允许我非常不礼貌地打断您对我的介绍。我是中国人，如果山田先生执意要用这种不礼貌的称谓来介绍我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想告诉在座的诸位，我唐浩峰不愿意和倭寇在一起开会。马大，你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，还敢说出如此放肆的话？哎，斯图基桑，你不要冲动，让我来教训教训他。米娜桑，唐先生，我记得你们中国近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思想家、革命家，叫章太炎。他曾经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发起了一个支那王国242年纪念会，宣布了他著名的“光复汉族，还我河山”的誓词。还有，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曾经有一个笔名叫“支那少年”，还有，康有为先生的二女儿康同璧，也曾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多次称自己为“支那第一人”。先生，您难道认为他们都是在自取其辱吗？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人，之所以把中国称为支那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，中国这个称呼还没有被普遍的认可。那些革命者用支那人是为了抵抗大清人的说法。可是自从明治维新，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，你们日本人
把我们中国称为支那人，明显的带有屈辱的意味。知道你们日本过去怎么称呼我们中国吗？唐土、中土，中土就是居夷四方、圣土的意思。那么是谁为自卑而在这趾高气扬呢？是你们日本人。支那住！我杀了你！我唐浩峰不怕死。 我任何人没有投降过，别忘了，是你们请我来的。铃木，把刀放下。混蛋！将军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客，是今天在座所有人中军阶最高的陆军中将，就是这么跟长官说话的。 唐将军，对不起。唐司令，请允许我向您郑重致歉，是我刚刚措辞不当，首先冒犯了先生，我恳请您的原谅。情报一点也没错，鬼子肯定就是躲在长乐路的山田会所里开会，周围的路全都封锁上了。 啊，封路，那什么时候解禁？听说至少要到明天早晨6点。糟了，这怎么办？马区长，老曹那里不是有2只信鸽吗？要不要借来试试？肯定不行，信鸽是习惯，是晚上必须归巢，夜晚根本不可能传进去吧？可我们这些人除了马区长，咱们其他兄弟就算能混进去，也不认识是谁啊。现在还有一个接头人，估计正在来的路上了。还有一个接头人，对，对，那他是我们兄弟吗？ 这是机密，你们也别多问了。咱们声东击西，掩护接头人，突破敌人的封锁，混进山田会所。我们应该怎么准备？大家听好，我已经侦查过了，山田会所所在的长乐路，隔一条街就是宁波北路，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就在那里。每天呢，凌晨4点55分左右，会准时有一辆运钞车。您是打算让我们去劫运钞车？救珠宝，佑豪峰，平平安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 苏珍，你睡了吗？苏珍，夫人，之所以没有跟您打招呼，是怕您担心。我希望您不会读到这张字条，因为明天早上当您醒来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回来了。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素贞。老板，哎，给你钱。好嘞。哎，今儿啊，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这天一黑，就又戒严了。先生，我劝你啊，一会儿还是不要在这附近转悠了。我听说提篮桥监狱有2个犯人越狱了。 警察随后就追出来，打死了一个路人。你说这招谁惹谁了？师兄弟，可真够冤的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年头啊，哎，先生，来个大碗的。来碗热馄饨啊！来一碗，只放葱花，别放香菜。好嘞，只放葱花，不放香菜。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你说这还半个月就惊蛰了。 这天怎么还这么冷啊？半个月可不算短，这天要暖和起来，过几天柳树可就冒烟了。对了，先生，我今天忘了带手表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哦。
哎，我这破表又停了，还4:55呢。4:55。对，这天啊，怎么也得有10:30了，大概11点了吧。谢谢你了，老板。哎，好，再来啊。首次空袭武汉的时间已经确定在18号中午12点，我们将动用26架960式轰炸机和12架运输机组成飞行编队，空袭路线建议分为2组和3次。两组就是2条主要攻击线路，一条从北面由河南信阳经湖北孝感直击武汉，另一条从东面由湘西九江经湖北蕲春鄂城逼近。三次就是3条次要攻击线路，分别由陕西安徽湖南3方面攻击。这5条空袭路线最后由前方作战总指挥确定其中的一条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整部作战计划都已经向诸位介绍完了。楚小姐，请你把灯打开吧。是。诸位听完了有什么高见？既然唐司令刚才介绍说几个月前他刚刚检阅过武汉城防，我看我倒建议不妨先听听他的意见。唐司令，大家都很期待您的高见。高见谈不上，只是能提供一些情报供诸位来参考。目前驻扎在武汉和孝感地区的国民党空军分别是第3、第4、第5飞行大队，其中的第4飞行大队曾经是高志航率领的王牌飞行队。据我所知，高志航去年在周家口已经被炸死了，国民党的空军早就溃不成军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在武汉还集结着苏联志愿航空队，他们从苏联运来了一批15和16驱逐机，还有被称作卡秋莎的轰炸机。我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这几类战斗机的性能。苏军的15和16是他们的一线作战飞机，其中15比较灵活，善于水平作战，因此被苏军飞行员称为黄鹰。16呢，速度快，善于垂直作战，因此被苏军飞行员称为燕子。苏军飞行员非常巧妙地把黄鹰和燕子高低结合组织编队，常常出其不意地取得胜利。还有被他们称作卡秋莎的 CB 轰炸机，机动性能好，转弯半径小，爬升程度也不错，特别是它的速度要快于你们的960。唐司令，您提供的信息果然是太重要了。大队长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？报告队长，一切正常。还有3、4个小时天就亮了，只要平安度过今晚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对了，陆队长跑哪去了？他又去路口巡查了。大队长，这么晚了，街上应该没人了吧？您还别说，刚刚在街口抓了个贼，我让小辉带回警局了。这种小毛贼抓不抓都无妨，可千万别误了今晚的大事。您放心，误不了。我是刚从会议室出来，看样子他们是要散会了。从现在开始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最最危险的时候，情报要是出现问题也一定是在这几个小时之内，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大意。是。今天的战前情报会开得非常成功，我会立刻将今天的会议纪要整理好，在天亮前发完前线作战指挥部。诸位也辛苦了，请楚小姐带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吧。嗨，各位长官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请随我来。
唐将军，感谢你提出了这么多宝贵的军事建议。我相信，有了你的这些建议，我们攻下武汉的计划一定会万无一失，圆满成功。我也恨不得早一天能拿下武汉。好在我母亲的坟前，负荆请罪。等我们打下武汉，一起拿住凶手，严惩不贷，以告慰你母亲的在天之灵。谢谢。唐司令，请。就是这件。啊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。不过。哦，有问题的话，您可以直说。哎，楚小姐，刚才我从一楼上来的时候，看到一楼好像有两套带花园的客房。哦，一楼的房间的确都是带花园的，只不过只有两间是作为客房使用的，而且已经安排给了铃木少佐和四山书记官。啊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可以下一次为您预留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楚小姐，嗯，看这房子好像没有卫生间。厕所在哦，厕所就在走廊那头，每一层都有。一楼也有啊。嗯，谢谢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有事可以随时打我电话，直接拨303就好。如此重要的情报已经到手。唐豪峰明白，现在刻不容缓，必须马上把这情报送出去。可是明摆着，自己已经被困在这儿了，四处都可能是日本人的眼睛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前功尽弃。留住你向往的眼，错。